家，我今天要开 LOL， 在这里看，它里面好像有那种沙子跟黏土在一起的那种东西啊。那所以呢，它有一种动物很可爱，它叫 LOL， 玩具叫 LOL 啊。它的名字我不知道是哪一个，所以我们来打开啊，看。这里，那虽然我们得到这只，它的尾巴这样，然后它可以喝水。它可能我没有玩过，只是我在电脑上有看。暗色它喝它的饮料，它嘴巴有一个洞。它可以装饰，它可以喝水，它做一个的这些。泡到冰水，它会像有星星在它的一只眼睛上，或者它的颜色会变。这个就是会吐水，这个就会尿尿，这个就会哭哭。来，那虽然我们先给它泡去冷水。你看它，你先看它原来的样子哦。放进冷水，哪里有冰？都没有做呢。那放进烫水，因为我不确定放进哪里它才变颜色。它都不能变颜色。现在我们给这个水装水，这样看它会做什么样。它在喝水哦，里面这个杯子里面已经有水了，我在压了。你看哦，它会尿尿，所以我拿一个会尿尿的贴纸。这里可以打开，它写 LOL， 好看。看里面有没有他的鞋子，因为我在电脑上好像看过他有鞋子在动力沙里，在这种沙里。哦，一只鞋哦，他鞋子。妈妈，你在看？你走开啊！他在拍。你们都给我弄湿了。是，没事，那。喜欢我们，按赞加分享。